接下来将公布下半场舞台的交流规则，下半场将形成3组1v1的交流电关系。本次派对的下半场表演将是你们获得来电值的最后机会，谁能进入星电音联盟最后的终极派对？期待你们下半场的表现，加油 ！Let's go！ 这应该是一场硬战，好好听啊！这算，到最后果然大家都放大招，跟上半场完全不一样。